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云，李白。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弃我而去的昨天早已不可挽留，乱我心绪的今天使人无限烦忧。万里长风送走行行秋雁，面对美景正可酣饮高楼。先生的文章颇具建安风骨，又不时流露出小谢诗风的清秀。我们都满怀豪情逸兴，飞跃的神思像要腾空而上，高高的青天去摘取那皎洁的明月。拔刀断水，水却更加汹涌奔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情却更加浓烈。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，不如披头散发，登上长江一叶扁舟。再读一遍：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云，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。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